你的功夫是跟谁学的？你怎么会断家击阔术啊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叫长乐，我是山贼。我长得和刘玉瑶一模一样，所以刘生把我抓走，让我代替他。我的击阔术是我跟我师父学的。你的师父是谁？我师父就叫石夫，他没有名字。胡说八道！你们也不是孪生姐妹，天底下哪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？ 你竟然用这种大案来欺骗我！你要看我了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？闭嘴！别以为你是刘胜的人，我就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外公，我觉得他说的话未必不能相信。他是舍身救我，才暴露了武功。我当时命悬一线，他当时如果真的想害我，完全可以袖手旁观地看着我死。但是他没有。